这里的翔虫在哪里啊？哇，陷阱流哎，真是慷慨。就是伤害关掉，伤害关掉，其实好像也不是不行，也是可以。可是伤害关掉的话，我会看不到我到底有没有打到弱点，因为我现在对于每一只魔物的弱点在哪还没有很熟。感觉全身都是弱点啊，还是武器的关系？但是我随便打都是橘子啊。哦，没有没有，后脚没有了。哦，太好了。吸血葵玉化就能够体验到过去斩斧上车的快乐啦。哎呀，吸血了。当初那时候刚接触斩斧的时候，然后可以上车，世界的时候，世界上车还蛮快的。然后那时候跟易灵星他们一起玩，然后易灵星说：“哇，你在魔物身上也好帅哦！”从此我就很爱上车，虚荣心。爬上树是太好了，我也正想闪他的说。膨胀到现在依然念念不忘吗？你说从那时候的到现在吗？也不完全嘛。我之前跟什么西口举办的魔物比赛，我的任务是要拍两个。哦，对啊，很有趣吧，让大家体验上车的快乐，能够在魔物身上跟着他一起跑，然后重点是队友一定看得到，这就是一件非常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啊。我要让大家都知道斩斧上车的快乐。没有啊，那时候不单纯是膨胀，因为那时候正值那时候的是那个107跟佩克他们爱玩虫棍，然后他们也很喜欢飞。啊，那时候不是都说你只要在，就是那时候正值世界流行一句话，说你只要看虫棍一直在天空上飞吼，就知道他们在混的这样。然后那时候刚好也有装伤害的 mod， 那时候有装伤害 mod， 然后他们都在天上飞，然后我就在地上打，然后时不时会上车，就知道我那时候的输出算是蛮高的。我那时候的输出跟他们比起来算是比较高的，就觉得斩斧真是好棒棒的武器、啊、
来吗？我都已经磨刀了，我都在这边磨刀，他也不过来。我其实刚刚是想磨刀，就不小心按到一个陷阱。哦，太好了！哦哦，快死了快死了！哇，奶妈好奶啊！耶！感谢小绵羊的小起点，谢谢。怎么车速太快？没有吧，我没有在开车吧。Hello, QQ。我们只是很爱上车，我们没有常常在开车。上车没有一定要发车呢。本班列车并未行驶，请上车的乘客记得下车。哒哒哒！哈哈哈哈哈哈 ！Hello, people！ 误上车了，头像需要大一点，什么意思 ？Hello, 小永贤，你是说哪一个头像？视讯吗？视讯大一点。视讯大一点，这样可以吗？我靠近一点。嗯，太小，不够近，不够近。这样吗？给我看，我今天下眼线。我今天涂了下眼线，不是很好看。我今天涂的下眼线跟我昨天梦到那个虫虫在天花板上爬的那个密集程度差不多。但是因为远远的看你们看不清楚，还好近看就有点明显。我的下眼线画的没有很好。没有很好，有待加强，有待加强。那、啊、反正视讯看不到，所以我本来也就想说算了。我那时候化妆的时候，没有想到我会这么近的给你们看。还有五豆派，毛虫眼。哎、欸，梦到毛毛虫，有一堆毛毛虫，有没有什么寓意啊？就是醒来的时候就在想这个，梦到毛毛虫是不是有什么寓意？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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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蝴蝶啊，什么有的没有的。我要变蝴蝶了。这样好像是不错呢。梦到很多那种白色的毛毛虫。白色的，然后其实没有很恶心，算有点漂亮，只是近看还是有点恶心、啊。那个白大概就是我的外套的白，但是你近看的话，是它看得到那么一条，然后它有点毛毛毛毛的这样。视讯解析度是设备限制，还是退取上限只有1080？基本上退取上限就1080了吧，你很少能够看到再更高的啊，是吧？其他实况台有比1080更高的吗？这可能跟设备有点关系，跟设备有点关系，但是大部分都是1080吧。图奇的那个上传的画质没有办法到像 YouTube 这么好，这样。我今天干完超重棍。
我觉得这一代没有那个网子可以抓虫，真的是比较可惜。我记得那时候刚玩世界的时候，哦，看到就很想要抓啊，大黑仔。哦，好了。那时候看到超虫棍的虫，我都很兴奋，想说哇，是新的生物，新的环境生物。然后我就很兴奋的拿网子起来抓，就糟糕，怎么抓不到？然后佩克就很无言的说：“你是在抓我的虫吗？”哦，以前的过往的事情。怎么这一件外套是毛毛虫做的？他们托梦啊？那也太慢了吧！我都已经穿了多久了才托梦？阿诺鲁鲁啦，比较想要养鱼，养什么鱼？你说你现实想养鱼吗？确定不是蚕宝宝吗？不知道、欸，而且重点是，至少在我的梦中，那个虫虫死掉之后没有爆浆哎、欸，就是没有血迹，不然我会觉得有点恶心。世界不是可以哦？对，世界可以抓环境生物啊，鱼啊，到自己的房间。Rice 就没有这个设定，比较可惜啊，比较可惜。不知道为什么讲一个，我肚子有点饿了。暴鳞跟角龙哦，我们到这边，那我们先打暴鳞好了。不是，说错了，先打角龙。周公解梦。现在没办法看。感谢小绵羊的小旗舰，谢谢你，请我吃蚕蛹，我、哦、不敢，好恐怖哦，我不敢。谢谢小旗舰。所以现在不能烤肉，烤肉还是可以，烤肉还是可以，但是捕蝶不行啊，捕蝶不行。梦见很多毛毛虫，要注意自己的健康状况，多休息。年轻人梦见代表。哦，真的吗？肥猫就是他上面说的吗？梦见大量虫子，周围会感染传染病。我要 COVID 了吗？我到现在还没有 call 哎、欸，要 call 了吗？红豆泥红豆，还以为是好的梦，结果好像不太好哎、欸。哎，这个笛子的铃声好听呢，淡淡的也会很多武器耶。喂嘿，一滴，好好，肥猫救我了 ，nice， nice 挨波 ，nice 肥猫。见毛毛虫去买张彩票，可能我看一下，努力工作享受，这都是刚刚上面写的哦。哎，狩猎完成，嗨耶，嗨耶，长期梦到好痛苦。哈喽，紫泉。哎，该抽马娘不行，我还在存，我还在存。想找我抽代抽，可是不知道要怎么给。我是用 iPad 登录啦，然后不对啊，
代抽哦，我想一下，那个是不是因为他有绑定账号哎、欸？看你绑定的是哪一个账号吧。对啊。有那个吗？千仞，好，换千仞。等一下，姐夫，我想捡那个亮亮。我用电脑弄模拟器抽，目前还没有打算装模拟器啊，除非有接到工商，不然我可能都还是用平板吧。不上哦，天哪，是不是你弄的什么？好恶心哦，好刺激呀、啊！然后你耳朵后方，哦，我的天哪，好恐怖哦！你怎么会做这种梦啊？大家都在闪他，大家都在闪他。好笑，哈喽 S5 啊，阿洛杰洛洛，看错，不是很想在那边跟他打，嘿嘿，我们都不想进去。滚过去发现有地雷，吓死我了。哇，因为地雷害他又跑。哎，讲到 DVD， 最近出了那个晋级猎人的 skin， 我最近有点想玩 DVD。DVD 真是一款我一直我很常会想要玩，但是每次排队都要排很久的游戏啊，每次排队就花掉了我的耐心。然后排完队之后，然后遇到很强的人，自己被压着虐，又觉得啊，这个游戏可能不适合我啊，然后又摸退坑，然后时不时又突然觉得说啊，好想玩 DVD 了的。可以，那是什么东西？你受不了爱脸变成眼睛大叔。我觉得还行啊，反正衣服到了就当他不是爱脸就好啦。今天麦当劳都是人，早上皮卡丘开麦直接扫光光，哇吼哇吼。啊，你没有多跑几间麦当劳去找？我有看到 IG 有人 po 他买到麦当劳的那个皮卡丘的食物，合作的食物。我有看到 IG 有人 po， 但是我就没有去买了。
肚子饿，肚子饿，等我一下，我去拿一下我的晚餐，等我一下下。嗯，好了，送神奇宝贝迷那东西让你提不起兴趣哦。嗯，就我觉得那个比较儿童像哎，我觉得。开你，开你。今天去那个米克侠，就买了这杯之外，我还点了个他们什么甜鸭吐司。然后我还加了抹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对于最近对于花生的制品的食物觉得哦，没有抵抗力。不能看我那个里面是就是热压吐司之外，这个白白的是抹吉耶，超多抹吉，然后还有花生酱抹吉，超粘牙，有够好吃的。他们刚刚本来热的时候会偏湿，但是因为现在有点冷掉。都是糖分，对。甜鸭吐司，你这个甜不是那个甜啊，甜味的甜，压力的压。突然觉得缺糖，手好抖，手好抖，赶快去拿来吃。强烈缺糖。这是戒断症状，真的吗？什么戒断？你是说甜食的吗？真的哦，是因为……可是我也不知道哎。糖说真的算毒哦？真的吗？我刚刚突然觉得超级无敌饿，然后全身会有点发汗，然后手会有点抖，这个就是戒断症状。那假设我真的要戒糖的话，要怎么办呢？怎么去解决这个戒断症状？我是因为我饿太久了，我的妈！结果其实果然是因为肚子饿。Hello， 银桥，你怎么变成波波了？银桥，
远的过不去。放不掉了，双手张开拥抱。好好的，我很乐意。感谢小柠檬的小旗舰。你对食物提不起劲有什么办法、哦、吃咸水鸡呢？我认为吃到好吃的圆形的食物就可以对很多食物都提得起劲了。吃咸水鸡吧。有时候低血糖是这样，随便吃个东西就好。哦，对啊，我刚吃几口之后就好一点了。对，我也担心说我是不是真的糖的戒断。有时候没有喝饮料的时候是真的会特别想喝饮料啊，就是之前在戒饮料的时候会觉得哦天哪，我现在好想要喝个什么任何饮料都好的甜的。可是其实那一种欲望我还算是，就是想忍的时候还是能忍啊。芒芝芝芒果果粒哦，又到了芒果的季节啦。哦啊，好快好快，哎呀哎呀，下一只下一只，吃一口再上。就吗，你会忍不住上来看一下哦。这不用解，我的毒没有解。这不用解，这是好事，对身体有益啊。他什么时候把这一座山给撞掉呢？哇哇哇！还没杀。如果魔物有职业的话，轰龙估计会是保龄球选手。水果是好方，水果的甜分不是很高。杨桃哦，哎，我觉得杨桃还蛮少见的，我自己觉得啦。水果对钱包不好，笑死。欸，其实要看水果摊呢，我也去过一些水果摊，同样的一串香蕉看起来都差不多，价格有差的。感谢中二22个月兄弟，谢谢你。晚上好啊，晚上好。
耶、一只带回家，一只杀掉，拆散他们。好吃，怎么都后领啊？你的还放在仓库，还没有出新手村啊、哦，没有关系，反正这一代，哎、对吼，才讲到，突然想到那个狗狗，狗狗那个伤害很高啊，你可以带个狗狗啊，懂了。糖，靠队友啊，不一定啊，因为这 Rush 的魔物就没有以前那么难， Rush 整体都比较简单一点。然后应该说是狗狗会说狗狗伤害很高，是就算没有马上玩之后，也许没有那么多队友了，但是也不会到像世界那样，可能打一只要花很久的时间，农素材什么的会很累，应该还好。Rise 的这个问题比较小。然后我很爱吃香蕉，我很常买香蕉吃。又是暴林，妈！要说 Rise， 我比较不太爱打的魔物，大概就是暴林了吧。世界还出巨魔？对啊，你说这没有世界龙哦、喔？没有强调，没有一定要太高伤害的话是还好，就不会浓。但那个也太亮吧，我现在才注意到，这脸怎么回事？哈喽，吉日熊。笑耗子，不要偷凑我哎！之后会比世界浓，你说因为可以画素材的东西吗？
灵。古塔是什么？的 DLC 哦，古塔不会是像 Story 的那一种吧？我不知道，我就是就字面上那个塔字来好奇的问问，像 Story 那种什么一层一层打上去那种感觉。八月初的地图是秘境。塔之秘境，这地图是在古塔的一部分哦。哦，真的很讨厌暴鳞。我要等它飞起来。啊，它不会飞了，输出。斩斧打很多感觉都有弱点啊，用远程武器打就要特别看弱点，好难。哎，来来来，这边我刚刚看明明就没有炸弹，突然被一个炸的吓到我。哎呀，他要去哪？来，我在这边放个陷阱。他等一下应该会过来吧，他没有理由不过来吧。他刚刚有被闪到吗？没有吧。最甜最贵的食物哦，你打算吃水果？我想一想哦。其实在台湾贵不一定真的就特别好吃，因为台湾就算便宜的水果，哎呀，也蛮好吃的了。台湾水果就算便宜也蛮甜的。我想一下，芒果吧，我觉得在台湾可以吃到很好吃的水果的话，芒果啊，苹果啊，苹果的话真的是可能贵会甜啊。还有什么樱桃我也很爱吃，葡萄就有点麻烦，葡萄籽太小。啊，不用很贵也很好吃的台湾水果是那个，哎，对对对，那个叫什么啊？啊，哎，西瓜，我是不是又想吃芒果？对，对。然后如果不喜欢吃那么多那么甜的话，现在这季节奇异果应该有，奇异果就是贵的好吃。哦，这个炸弹真的是很讨厌。哎，他要过来了。好，你给我过来。来，他可以抓了耶，各位，我帮你们抓起来，你们不用过来。好，你可以去找金丝。他说你耶。原来本来不会死的、啊、为了欢迎你所以才特别表演猫车给你看、啊、只有你才有哦，只有你才有哦。别人来我不一定会猫的哦。你家还有荔枝可以吃哦，这个季节已经有荔枝了吗？我不太确定。你呢？嗯，不要这样好不好？我队友，我太长猫的话，我队友好开心啊。你一直以来都相信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当然也跟产地有关啊，也跟产地有关。台湾就很适合产一
些水谷，不用太贵。我之前有几次也是为了想说买贵一点的水谷，我那时候买到山竹，想起来你们有吃过山竹吗？我没有，然后我之前没有啦，然后有一阵子不知道什么一直被广告烧那个山竹，我就很想吃，然后就贵贵的网购了个进口山竹，超难吃。我相信山竹本身是好吃的，新鲜，我相信新鲜山竹一定是好吃的，但是那个网购的冷冻过你知道吗，一点都不甜，还有个奇怪的味道。我是说猫肉球吗？对对对。Hello， 伊瑞雅。啊！太刺激，太刺激！把你们散开。哦，对着镜子吃最好吃的。最好是这样有用。喵喵虫，泰国蛇皮果很特别，没有哎、欸。洛梨酱油，哎、欸，我们昨天也有讨论到洛梨啊，洛梨酱油赞哦。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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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没有了。欸、可以抓嘞、欸，嗯，赞哦，赞哦，喂，啊，七十七，晚上好啊，晚上好啊，有啊，九点，我这边还有我的晚餐，我晚餐其实吃凉面。凉面不是吃刚刚那个，刚刚那个是零嘴。凉面，等我晚一点想饿再吃，再来吃。感谢小柠檬的小金店，你朋友送给你一个菠萝，花了44,550台币，但是真的很好吃。哇塞，菠萝是哈密瓜吗？不得了，不是哦，是凤梨 哦，是凤梨哦，哦，给你拍手，这个是我到不了的境界，我没有办法想象。我以为是哈密瓜，因为菠萝面包不是都长得很像哈密瓜吗？所以我以为菠萝是哈密瓜。哦，讲到哈密瓜，你如果你也可以去吃哈密瓜。哎，你们会喜欢吃哈密瓜，可是讨厌吃香瓜的吗？我就是，我没有很喜欢吃香瓜，但我还蛮喜欢吃哈密瓜。可是很多人都说香瓜跟哈密瓜的味道很像，我觉得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我好像有押韵哎。他说那叫英国菠萝，英国。菠萝听起来很厉害，但是没有听过，没有吃过。直接开始 rap， 对。哦，那是日本叫法。你说日本叫菠萝是哈密瓜吗？还是什么东西？菠萝是凤梨，是 日本的叫法，差很多，有差吗？所以菠萝从来不会是哈密瓜。
因为我就觉得菠萝面包，菠萝面包，菠萝面包就不会说是像凤梨啊。台湾春香瓜不是浅绿粉色那个，好像叫美浓瓜，好像是吗？是吗？最近很少看到香瓜，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多热门台湾热门的水果都会被做成饮料，但是香瓜系列跟香瓜系列饮料好像几乎没有耶，要就是用哈密瓜，哈密瓜系列的那个饮料店好像有看过饮料店在卖哈密瓜系列的的饮料，但是香瓜好像没有耶，对不对？马来西亚叫做黄梨，黄梨是凤梨哦。香港叫做菠萝，菠萝也是凤梨哦。哈密蒂，哈密啦，可恶！哈密瓜甜度跟香瓜差太多，没有哎、欸，香瓜其实也有很甜很甜的呢，真的，香瓜也有很甜很甜。台湾香蕉、凤梨饮料什么的很少，很多吧，很多哎、欸，我觉得。香蕉可能比较少，通常都是什么巧克力香蕉牛奶啊，巧克力香蕉什么的、啊、然后如果是凤梨的话还蛮多的耶，不知道还是因为台中才比较多，台中有很多什么凤梨冰啊，凤梨冰茶、啊、凤梨什么水果冰啊，综合凤梨水果冰，然后什么冰沙冰茶什么的，对啊，凤梨我觉得蛮多的耶，便利商店哦，哦好啦，便利商店没有，我讲的是那种手摇饮，手摇饮会卖的。台湾的手摇饮我真的觉得非常厉害，各种口味，我真的觉得很厉害。真的，你很难把台湾的所有手摇饮都喝完，每个都会有一点点差别。感谢 PUNMAYSWJ 这是 Hello 你好啊，哎哎，他也太快腿软了吧。是胖美吗？胖美 ，Hello。哎、欸，真的太简单了，我看是很难，除非我们等一下打个龙翁或是什么的，可能比较啊。我们等一下来挑战。等一下来打一下那个好了，喷射机天慧龙快九点没办法打哦，对，马来西亚再一场再一场，我很想打天慧龙，打龙翁绝叫至于吗？你有考虑过龙翁的感受吗？你没有，你只有考虑到你自己。哦 ，nice！ 哦，没嘞。那种东西做出来就拿来绝交了，笑死！所以要是哪一天我听到哈娜或是 Cindy 来问我说要不要打龙翁龙，就是他们想跟我绝交了。是这样吗？绝交的信号。哎、欸，是槟榔哦，我走错路了。
我想说为什么没有人过来，我走错路了，拍谁？我要跟你融翁，笑死！我要跟你融翁。我就要跟你打融翁融笑死！哦，你们很坏哎、欸。我还蛮喜欢打龙翁龙的，说我觉得可以训练一点技术啊。我们龙翁的吧，笑死，没事啊，你哦，代表淡淡的不介意打龙翁龙。龙龙龙感到一点难过，一点哀伤。他是哪一天气，是哪一天脾气的？哎、欸，这样讲倒是哎，我昨天是不是打泥翁吧？刚打泥翁就喷一堆脏话，这句话中肯啊。我们今天好像脏话比较稍微的没有那么多。原来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打龙翁龙啊。龙龙真的很难打，谢谢小柠檬的小气垫。你要去吃日料，好哦好哦，你吃饱点，吃多点吃多点。晚安晚安。你玩双刀跟锤子很喜欢双魔，飞来飞去不会打架哦，听起来很有趣，听起来很有趣。抓嘞！哇，没有甩到。哈西嘎呼啦呼啦，什么什么用？用功打泥翁，我就知道什么叫做痛苦。好，按功的话，我要做哪几把呀？我是觉得我最近好像可以开始农功的素材了。我觉得我粘附应该配的差不多了。就是除了属性斩斧都差不多，感觉可以再打一些弓的素材。Hello 仙人晚上好。Hello 布拉。没有素材给我采，素材。哦，这个有客家道采，赞哦！我要采。光要做570条 ，OK OK， 不缺钱，不缺钱。想体验无肉质的快乐吗？从降神降。哦，你很像社团在招生哦，你很像社团在招生，笑死！
什么安逸的历史都是用来下载 Chrome 征服的，打工的素材哪有？没有啦！来来来，快点快点，再接最后一场天会龙，吃鸡的，秀蹦！再一场我也可以开这个了。困难，古龙套。吃饭。乱说乱说，报酬金。好，我吃一下。什么？今天也没我突然想到。我好像昨天有拿到一颗还不错的护石，我有锁起来，看一下吧，看一下给你们看。护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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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石。不是这一个，这一颗，这一颗，这一颗还行吧，对不对？高变三呢，四级孔。这颗是不是还行啊？虽然多一个莫名其妙的泡沫之物，多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泡沫之物，应该是没差啦。这颗是不是还行？这一颗，反正我昨天刷到的，是我要攻要做，好好谢谢。我等一下看。堪用，四级洞现阶段普普，至少四级洞的话，我就可以装个那个强化持续珠的四级珠这样，然后原本的就可以装别的啊，我不小心拿了两个，应该没关系吧？赶快逃！等到后面来加高，反正都会出的话就无所谓吧。我是觉得一定会有好的四级猪啊，好想要攻击猪的四级猪哦。还是说已经有了？应该没有吧。Hello 月影。我看到一个玉鼠鼠。摔哦！突然想到前几天我看那个巴哈的《魔物猎人》的历届统计受欢迎的魔物，这样天会龙在里面呢。我本来想说应该会有阎王吧，我本来在期待阎王会上前十名，结果没有，阎王没有在前十名。然后后来。那篇统计前十大受欢迎魔物的那一篇影片，最后面，哎呀，糟糕！十大受欢迎魔物里面，最后还有在讨论说，有几个也是很受欢迎，但是不幸没上榜的魔物，我还在想说，应该会有阎王吧，也没有，竟然是什么轰龙啊、冰牙龙啊这种，凭什么阎王这么后面？阎王只有上一代哈，哪天看看会有尼翁？我是觉得尼翁可能有点难的啦。哦，驯龙也有在十大受欢迎里面，驯龙也有，然后第二名还第三名好像就是天会龙。
妖兽。哎，祖龙也有，好像祖龙也有上榜。等一下。哦，好。对啊，感谢 Big Bird 的支持 ，Hello。哦，麒麟没上，麒麟没上榜，那个是巴哈他们从巴哈的网友那边统计的，没有人投麒麟。然后第一名毫不意外的是雷狼龙，我只记得这些了，第一名真是毫不意外啊。他想干嘛？怪怪真的是很夸张，哇！阿基拉梅奈嘎吗？啊，纳尼？我以为他是通道飞出去。他换区了，去隔壁。真的没办法闪啊。我先刚磨个刀，白斩还行，等下蓝斩要磨刀。啊，超虫，一呆，我怎么突然被麻痹了？哦，我以为我要去啦，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啊，不耐！啊，不行！我来趁他那边吸的时候。摸个刀 Nice 倒一下这边，倒一下那边，好像要换区了。喂，不是，哎，为什么他没有要换区？为什么不能上车呢？啊！真是没看懂他是要打我，还是他本来不是要打我，我只是不小心。
不小心遭受池鱼之殃。有生之年可不可以看到？应该可以啦，应该可以。啊，这是我炼金完成。来，我们血池，我们一定要血池。我觉得前面的太无聊，太简单了，对不对？马上来挑战个有难度的，太有难度了。太有难度了，吃个大伊犁，开发下一场吗？今天有开过盘吗？没有呢，这几天开比较少。你们想开吗 ？SM 帮我开两分钟这一场，会不会过好了？会不会过就好，是跟否，简单的，简单一点的。赌谁会猫哦，这个有点难。如果没有猫的话，我还要再多一个选项。第五个选项是零，没有人会猫。不要啦，不要选谁会猫好了。选项太多，你们也不好下，不是吗？玉米枪那个 是外观吗？是吧？我觉得玉米枪还好。武器不是重点，武器还好，小心一点就好。哦，不是外观哦。玉米枪还好吧，反正能用就好啦。炼金不行，我要赢了才可以开炼金，输了去开的炼金就没有那个。哎，我怎么按到什么东西？急了一声。反正都是不可能，不可能胜利的，什么什么荣耀之下，我们再去开的炼金，一定有机会是好东西。我刚刚把那个绑头发的拔下来，往前一丢，就按到照相键，好好笑、哦。我以为他会丢了吧？没有，这一次就没有了。嘿嘿，来一个就好。开盘，这场会不会过？这场没过，我们就明天再来血池了。阿西达，我 AP 的电弧没那么准。iPad 又不是我的，如果 iPad 的那个电弧可以让我用手这样投的话，不得了，一定超准。
有三颗，我有三颗会装四下。我认真在打。盘拿烘鸽子，拿电弧品啊！如果是 iPad 那个电弧的话，那是这是一件很随缘的事情。iPad 的电弧芯要有缘人才能被我给扎到啊！哇塞，这个好帅哦！哦。哦，我这一套没有带到闪光。哦，好险！没有在开玩笑的哦，都超认真的，我的天啊，啊天神反悔啊！等等要玩那个浪猫，对对对，大家这场哦，没有在开玩笑的哦，这跟上一场的仿佛不是同一只魔物啊，这一只天会跟上一只天会仿佛不是同一只啊。新的观众欢迎追随一下，每周都会更新课台时刻表，聊天室有来自 DCFB 没有课台时候都会在这边跟大家求的哦。哇哇，没有喊笑，感谢奥索玛的5000点，下次可以赌谁不会猫，因为那个的话要有5个选项，会很分散，感觉5个选项的大家没有特别爱下，因为毕竟会很常发生这局没有人猜对，然后就所有点数一回收回来的状况。
哪有？我刚刚好几次 GP 很棒哎，很优秀哎，你没看到黑龙？我们 GP 哇塞，优到我自己开奖开！哇，这个橘色有点少啊，不利。哎，这个还不错哎，高变回聚，哎，二一一孔 ，nice。你看，胜利的开炼金结果，胜利之开。这个比昨天好，真的哦。刚刚我看一下，就什么，就是要回收财丸，是吗？好吧。这个、哦，这还好，但是也还行，高变三呢，哼哼，至少还有三孔，这也说起来。这一颗如果我要底时使用高速化，就是这颗如果我要玩那个，就是把利刃改掉换成你们说那个几秒内不会掉刃的话，也许可以。阿罗瑟出一颗怎么说？哎，三颗好不好？我这一局竟然有三颗，还不错的哎，还不错呢。果然就是要胜利的开才会开到好东西。洛特只有一，然后这个是不是没有很好啊？洛特最多的话，护食可以会有多少啊？洛特二三吗？会有直接洛特三的护食吗？我刚说刚的。顺便倒数第二排的翔虫那个看一下，我看一下。翔虫这一个、哦。这个还好吧，我有更好的翔虫珠哎。哦，洛特最多只有二，吼、哦。好，没了，全部领取，爽 ，nice。新的观众欢迎追随一下，每周都会更新看台时刻表。聊天室有来 GT 三分秒看台时刻在这边跟大家互动哦。好，我们要换游戏了，我们要去浪猫了。感谢淡淡的跟大黑仔跟 City， 喂，浪猫又再说一次了，哦、是吗？下意识的想讲，我的游戏应该也下载好了。黑暗暗黑电话哦，好啊好啊，看一下。哎呦，看一下哦，我一下。吸猫时刻，我们看一下，这是恐怖的哦。恐怖电影的预告片，看一下下。I'll be home in the morning. Where are you going? I'm staying over at Susie's tonight. What's new? The flyer. The papers call him the grabber. I wish you wouldn't call him that. You don't actually believe that story, do you? Because he can't hear you, and he doesn't really take kids that safe. You goof. Well, isn't that just Peachy King? You need some help? You see that? Yeah. Would you hand me my hat? Yes, sir. I am a part-time magician. Are those type of words in there? Would you like to see a magic trick? I have an announcement to make. One of our students, Finny Blake, was abducted.What if I get out the police? 等一下，
哦。Does it work? Not since I was a kid. I'll scream. I'll scratch your face. This face? 有点大声。Daddy, I had a dream about it. What happened in your dream? He was taken. By a man with black balloons? Yes. We never released those details. Who are you? Oh. You know all our names? You're getting out of here. Please, please let the dreams be real. 这一幕不是跟伊藤很像吗？这个街景就差在，他有骑脚踏车吗？他就差在没有拿个气，小船、纸船。See the wall in front of you. A tour won't keep a loose from down there. There's a combination lock on the inside of the storm door. What's the combination? 哦哦哦，那是。等一下，龙吟，等一下哦。Carved it in the wall. Hang up the phone! The tree, the door, the gate. I've never seen it before, except in my dream. You don't have much time. Hello, Inazu Make. You're gonna use a weapon. You raise the phone, step back, and swing.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Please hurry. You remember what I told you? Someday I have to stand up for myself. Someday is today, Finn. I just saw his eyes open.好久不见啦、啊，好久不见啦、啊！真的吗？连演员都……可是我觉得还好，没有特别吸引到我。我觉得目前看还好，目前看还好。那部好看，真的假的？很推吗？明天要去看的，好看的话再跟我们分享。我有看过微笑的广告吗？没有什么是微笑的广告？看完肥美是这样，不是想象中，就是美剧拍的，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这样，我好像什么都没有讲出来的感觉，美式的。恐怖片我觉得都不会让我有那种就是我们亚洲拍的恐怖片来的可怕，我觉得可能跟生活环境也有关，我们亚洲拍的生活环境可能就跟平常就是好像出门就会遇得到，就是代入感比较强，美式的就比较还好。什么东西？体验米娅生活 ，Apex 那一部看了，没有打算现在看啊。我有说啊，我今天有说我有看过，但是我没有看完，那时候就关掉了，没有特别看太多。哦，对，刚刚龙一那个。所以要搬去美国看美剧恐怖片了吗？哎，没钱啊。要搬也不是说这么容易就能搬的呢。刚刚龙音是不是有兑换另一个？龙音还在吗？在吧。在吗？在，好。
字有点浅。龙音，这其实是之前的，我后来想说应该也是可以放。今天几月几号？7月20号，就这样。福利截图只是这个，哎，会摆个漂亮的 pose 啊，什么都看不到。漂亮的 pose 啊，给你截图，会会。会一个爱心，一个爱心，会会，恰恰，只有你才有哦，龙音，其他的没有哦，因为没有兑换，只有你才有哦，怎么？那你以后不换的哦，会。还是可以换哦，就可以得到我今天的 skin 套装哎。这个烂掉了，烂了就不能讲吗？我讲一辈子。你的灵魂画，对吼，这礼拜应该有时间画一画，这礼拜应该有时间画一画。你比较相信这个？便条纸的还有吗？嗯，要增加我一整面墙哦。那个便条纸我再看看，因为是也可以啦。便条纸的目前没有，便条纸目前没有。老实说，我是把它是忘了，没有啦。灵魂画画，艺术是需要灵感的，没有灵感。3352色号，你怎么知道？3352是什么？因为你烂猜。是不是不叫 Stray 啊？是 Stray 是吗？这个到底 Stray？Stray 是 Stray 吗 ？Stray。Strawberry， 调整明暗度到左侧的图像完全消失，且中间图像隐约看见。左侧原来有图像吗？中间隐约看见哦，啊，我通常喜欢调最亮哎，我讨厌看不到。好啦，我们这样好了。希望不会晕，希望不会晕。欸，发现实况上看很亮欸，我自己荧幕看没有那么亮欸。实况的那个画面怎么好像很亮？最亮会太亮，好吧，那不然就这样。这样，我这边我自己的荧幕是已经看不太到最左边的那一个，中间的还行。啊，右边的很明显这样。我自己的荧幕看，但是我发现实况画面好像，难道我要再亮一点吗？这样哦，反正中间到时候可以调嘛。OK。
左边有东西吗？左边也看不到哦，是吗？那可能是我两个荧幕的那个颜色不太一样哎、欸。那有可能是我两个荧幕的颜色看不太一样，因为我说实况上好像很亮，是因为我的 OBS 实况画面是放在我的副荧幕上面。设定。今天应该玩得完吧？他那个片头弄得好像恐怖游戏一样，这不是我认为认知中它应该是一款比较温馨的游戏，不是吗？有换分类吗？我有换吧。有，好。Hello， 欧文。恐怖游戏的开局。没有啊，很轻松哦。你说这一款轻松游戏，好可爱哦，好好笑哦。打他，打回去。哦，没有哎，他舔的还蛮大力的，好好笑哦。这只主角，我们叫他米娅好了。米娅很喜欢见人就躺下来，笑死。欸，会那个的话你们跟我讲，如果会的话。舔会震动吗？不会、欸。胡说什么？欸，他们舔完之后就全部都窝在一起了耶。他们都在睡觉，我要跟他们一起睡。全剧终。真的吗？真的全剧终了吗？我本来只是说说的、欸。哦，欸，画质很高哎、欸！你们看，如果会那个跟我讲哦、喔，希望不会，我3080在做事喽。怕的是现在因为没有太多的色颜色要去就是去处理，所以比较顺。我有点担心等一下会裂一个。这是什么文字？墙内。好，未来的文字有可能翻墙游戏。这杯是泥水，看得出来吧？很泥啊，感觉很好喝吗？我后面有那个盆栽，帮你装一点寄给你，要不要？寄一点土给你。The list of kids， 笑死。哦，我刚怎么听到嗷嗷叫？
可爱，可爱，你撞到我了，救过。哦，等一下，是按这个会放大视角。哎哎哎哎哎，麦搞要爬呢，突然被拔，猫界呛声。哦，这个这样子会晕。好，我尽量运慢点了。你们知道为什么会晕吗？我调一下好了，我调一下设定。因为如果左右边都非常的清楚，你们现在看那个整个画面，左上、右上、左下、右下，非常清楚的话，这种在运镜的时候就很容易会晕。如果通常就是比较模糊一点点的话，会好一点点。不知道，我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可以调的图像。我是60帧啊，最高就60了。动态模糊关了，我试试看。Halloween Man， 晚上好啊。垂直同步这个关掉，动态模糊关掉是吗？锐利，不要那么锐利。好，我们试试看这样。返回，好像好，我觉得比刚刚好一点点呢，不知道差在哪，就好像好一点。好好笑，狂抓，要抓快点要！你们看得到吧？我的手指快到荧幕上快看不出来我到底有没有在按的。抓，体验米娅的感觉。好，够了，爽。边吗？我是不是走错边了？他们在带我走哎、欸，哎、欸，喝个水。好。哎、欸，东看看西看看，这边也有水喝，就是应该没有什么血量啊、饥饿条的东西吧。调琴，猫咪就是有高处绝对有走高处，没有高处的话。连续跳跃，哇 ，easy 啊 ，piece of cake。啊，他怎么从那边过来？哦，很会哦。狗的话，没有猫咪那么屁的感觉。不知道，也许是因为我没有养狗吧，对猫咪的怨恨值太高。哪有猫咪那么爱连续跳？有，米娅会、欸，因为我房间有三个跳台，它就一定会从客厅往房间奔跑的时候，它就是每个跳台都要踩到，这样飘飘飘飘跳上去。干净下水沟。嗯，毕竟是猫咪视角嘛，猫咪觉得脏。哎、欸，不对啊，因为这边人已经死掉了，这边感觉不是说是没有人类的世界，没有人类世界，世界变干净是蛮正常的。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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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巴，对，我觉得他们脸看起来幸灾乐祸，但是猫咪不太会有其他的表情啊，猫咪除了那个憨脸，再来就是害怕了吧？想一下，他们不太会有，我也不知道，我是觉得他们表现的，哇，糟糕，受伤了，脚痛痛，而且这是海上吗？为什么有点漂浮？啊啊！数了，突然走不动。神秘要出现！哇，就安呢？哦，我还是在这边醒来。哈拉黑哒，肚子饿，お腹すいた。八道腰 ，hungry， 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吗？醒来就想吃东西，雀跃的步伐，我们要去寻找晚餐了。腿好了，哎，真的腿好了，对，没错。哎，就是这里哦，这里应该没有别的东西吧？就这样。应该是就是一条路通到底吧。这边他们刚刚在这边吃，走。死城，看一下。哦，这是骷髅头吗？啊，跑到这边就不见了，可以奔跑哎、欸。啊，就下来了。点头哎、欸，他叫我过去吗？什么雷射光？太坏了吧！你说他等下喷射出雷射激光吗？哇啊！我下不去哦。没当裸哎，有，呵呵，没有，要下来。看一下哦，嗯，
感觉能上去跟能下来的地点都是比较特定的，特定高度才能上去跟下来，所以没有到那么自由说可以到处乱跳。啊，不然我本来想要跳这个箱子，跳这台冷气，然后这样跳跳跳跳往上跳，看能够跳多高就不行。我现在应该还有，算刚刚那些手，我应该还有八条命。为什么我也在玩猫咪？对啊，好玩啊，可爱啊，可爱一直玩。哎，我们要跟着那个路牌走是不是？来讨个食物。有声音耶，他们叫我们往这边 follow me follow you。 我只要叫一声他就会闪烁一下。嗯，肯定是要跳到那个窗口，问题是好像，哦，可以可以直接上去了。扫描眼球，扫眼球，没有扫描，没有扫描按键。是不是要穿过去啊？自己会飞过来耶，你看哦，给你们看哦，这只猫会魔术 ，magic， magic， 你看哦，会，在人类绝灭亡之后的猫咪会一点点魔术是很合理的吧？对对，那一段我也觉得我也好像有看过，反正后面的就要靠自己。米娅不会这样啊，米娅很乖。我刚刚是看到可爱的东西的笑容是怎样？是吗？是怎样？不跟平常差不多？哇，这个尖刺会不会是不给猫咪踩的啊？他一直在引导我哎，嘿嘿，笑死！怎么可能只有这样啊？肯定是这样抓一抓之后，自己还没翻滚狂蹭之后，然后可能那个地毯就会本来平的，然后变皱的，然后皱了之后，猫咪就会一前脚勾着，然后后脚在踢踢踢踢。哦，如果是米娅，米娅就这样，不会只有抓抓而已，抓抓太简单了。
你家地毯都是开花的，还有被从地板挖出来的地毯，就反正这也是我后来为什么不喜欢用地毯。哇，干花瓶不见了，长期受害者，差不多。喝水。这一个是。那这只猫也太聪明了吧！喂喂喂喂喂喂喂！那先跑。在跟他对话啊。欸，哇，把人家打死了。米娅才没那么勇敢，米娅一定是怕半天，大概过个十分钟之后才有可能慢慢过去看一下人家。我把它关掉了，是吗？哇哇，好可爱，好想米娅哦。一个慢动作，跳过去的感觉。很多人这边会晕了吗？真的吗？我都觉得还好，欸，很晕吗？很晕吗？你们把目光重点放在猫咪的话，就还好。哎呦，往下哦。过去吗？哦，那
这边都是水，漏水。PS5 的剩下，哦，你30分钟受不了，我觉得目前还好吧，到目前都还好，就是它暗的地方没有到真的到特别暗。如果有一些地方真的太暗的话，我可能就会晕了。他说要上去哦，怎么上去呢？啊，不会就走电线吧？可能，不要骗我，猫咪会走爬电线哦。啊，我知道了，我也太聪明了吧！嘿，阿伦彭尼，被八哥追，真的从电线上逃跑，真的假的？猫急跳墙啊！其实这样走电线不会很危险吗？啊！全剧终，吓你们的啦！猫急跳电，啊嘞！要过去吗？我不是从那边过来的吗？完了，路痴犯！哎，猫咪也有路痴的吧？是这边吗？是那边吗？好像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哎、欸，聪明跟路痴是两回事啊，很多天才都也是路痴啊。我只是不那么擅长认路而已。OK。感觉这边是不是基本上真的只有一条路啊？很适合拍鬼片呢，非常适合。哦，对啊，自己制作毛色，确实。嗯，哦，这里吗？在这种末日的时候，我想要带着这个礼物一起走。在末日的时候，没什么东西吃吧，想要胖也没得胖啊！我刚刚嘴巴上面掉的东西没了。又要抓。
这边只能往下跳。啊！太聪明了吧？怎么会是开关呢？怎么不是把它往下拨呢？给你们看一下猫猫，尿急去上厕所，上一下厕所。玩这款发现猫太聪明，米娅多年来的阴影就不了。好啦，进入到右层。哎，米娅没有那么聪明啦。好可爱哦，她还会躺下来耶，好好笑哦。吧，需要帮助，纳尼？笑死！哦，也太可爱了吧！嗯，他帮我开了这个门吗？嗯，打扰了。想要寻求一只猫的帮助，他肯定是找错了什么。是天才哦。这一款最近好像很夯，毕竟有猫嘛。代表人类以后都会被猫咪给统治啊。最后一个在哪里呢？哦，我看到了，最上面。我要直接跳下来。嘿嘿。
笑死！尼米二周目什么东西？哎呀，那看起来不觉得很像鬼吗？没有，我注意到的是，我注意到的是那个黑色的东西，没想到它旁边还有一个。喂，撒一炮！哇，不是我。不是我，是米娅。啊！哦，还没跟我指，好好笑哦。我喝肾还不错，蛮可爱的。哇哇，笑死！这猫咪吓到的样子，这倒是真的很蛮真的。他怎么没有炸毛？他这样跟猫咪讲有用吗？我以前。它叫做 B12， 好。它叫做 B12， 叫我跟它一起走，走，走，在哪里？啊，说好一起走呢？说好一起走呢？说好的，哦，这里哦，哦。你要 B2 是什么？哦，它会照亮，不然它真的是你得背这个哪里？你要求一只猫咪背什么东西？哦，背哦，笑死啊！直接躺下去，好好笑哦！背了之后不会走路啊！就是，对，但是猫咪穿衣服之后就不会走路了。哇，又躺下去，好好笑，好想给米娅穿衣服哦。干，超萌状态。马上习惯了，物品难，好。哦，还有这个哎，感应侦测到附近的记忆资料，有点像有树的涂鸦墙，是吗？
主意。哦，还有手电筒哦，手电筒开下去就有点晕了。算了，我觉得不要开手电筒比较不晕。但是这边好像一定得开。纳尼？太亮了，不开不行。还有什么 code 3748？在完全看不懂，在 S 什么01102是吗？还不行耶，3748什么01102天花板吗？没有天花板，没有东西。那个看起来像什么？我们把光源移开一点，这样比较好看。扣的到底像什么东西？不知道。3748先记着。这里有三，3748。说了7414，没有人会理你啊。怎么样？远处那台电梯，你想很重要。有点累，有点累。现在应该好一点了吧？可能因为刚刚有太多光，然后他要处理那个倒在猫咪阴影上面啊，就是这一里。外界。我们是从高桥那边来的。所以就是一只浪猫不小心跌倒了，不幸沦为机器人的奴隶的工具人的故事。好，跟朋友走散了。外界，你第一次看错成外甥，笑死，迷路了。啊，那个了一下。哎，我们刚刚不是从这边过去的吗？不是哦，助跑跳。哦，下面也太多那个了吧？这个被他吃掉，不知道会怎么样哎。哦，吓死我了！被吃掉会怎么样啊？啊！哦，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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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开走开！他们是吃垃圾的东西吗？被他咬到视线会变红哎，会变肥。哦，好像在网上哦，这边有讲。等，
那边有个机器人呢。贫民窟。怎么样？怪怪的，他怕我哎。BGM 变了，他们都会怕我们哎。看来他们没有体会过猫咪的美好。难道因为我刚刚巴死了他一个同伴吗？不会是要打 boss 吧？我要打 boss， 少年，别想从我这过去。Over my dead body。你想跟一只猫打？你想跟一只猫咪打？你一定想错了，你再想一想，你怎么可能打得赢我呢？人称，帮我想个外号，各位，人称什么？想个凶狠一点的。知喵，好，我喜欢。哎，摩托车之王像是，之狼最后他不是有一个，就是他会狂化的那个名词叫做什么？之狼最后面不是他会狂化那个叫什么？修罗吗？哦，修罗之喵。OK。好重，什么？他会帮助我们？哦，是吗？他看起来是好人吗？他看起来竟然是好人吗？我的伙伴，我要叫他，拍米娅。好，那个小机器人就是拍米娅，然后这只就是米娅。哎，像不像？像不像？你们可能有些人不知道拍米娅，我看一下能不能够找回拍米娅。我觉得可能有点难度。我后来好像把那个拍米娅的图给关掉了。哇，有些人可能不知道拍米娅，唤起以前的记忆。对，算了，找不到图了。好，拍米娅说他是无害的。欸，他对我笑欸。俊克是我们，俊克就是他们这个生物体吗？欸，不对，这个好像不叫做生物齁，这也不能算有机体齁。机器人叫做物种的话可以吧。哦，视讯档的字幕。哇，我把我自己缩小一点点，等我。我把我变小，尽情把欸。哇，啊，不然我下来一点点，下来一点点到这边，然后聊天室去上面，聊天室去上面的话应该不会很挡吧。今天这里在我头上，这样好，我不缩小，我把我拉下来一点，等一下哦。